谢谢你们的掌声，代表你们还醒着。好听吗？好听。会不会不习惯？会不会跟我以前阳光青春的形象不太合啊？可是我记得配合风声很棒耶，你不觉得刚刚那个风声好立体哦，很像 3D 的，不觉得很棒吗？其实我早期在图腾乐团的时候比较多母语的创作的，那其中有一首我很喜欢，我是图腾乐团主唱的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啊，还是你们不知道图腾是谁？试试看，这首歌复兴的话，然后今天用学院的版本给大家听听看，好吧？Hey, yeah.